他是娱乐圈的小透明，却和李沁肖战都是好友，陪肖战过生日又被骂。说起臧洪娜，大家可能都没听过这个名字，根本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是如果看到他的脸，大家应该会感到熟悉。臧洪娜一直都是圆圆胖胖的形象，但是却很有灵气，在很多当红的电视剧里都能看到她的身影，因此也收获了娱乐圈的众多好友。臧洪娜和唐嫣的关系很好，大家都是知道的，两人一起合作过《千金女贼》和《何以笙箫默》，结下了深厚的闺蜜情。许多人不知道的是，臧洪娜和李沁还有肖战都是好朋友。《诛仙》上映的时候，她还未发微博为两人打 call， 称李沁为闺蜜，肖战为兄弟，私下还和李沁一起去泰国游玩，在节目中给李沁写过表白信，两人的关系真的很铁。